我叫汤佩芝，我今年21岁。我在2年前罹患卵巢癌末期，现在也一直在努力治疗当中，希望有一天可以重返舞台。其实我那时候确诊当下，就只有一直想着什么都会死掉，为什么他们都可以很幸运的继续在舞台上表演，我就要在这边治疗我的癌症。我是不是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上舞台表演？请到你好，要办什么？住院。住院哈，就是觉得很像在做梦啊。因为我没有想过可以再有重返舞台的那一天。我觉得当一个癌症病人不一定都是负面的东西啊。如果今天可以有一个人跟你讲癌症，可是你觉得是一个正向的能量，是一个鼓励别人的能量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转变，是一个这个社会很好的转变。这首歌的歌名叫《重生的翅膀》。一开始生病的时候都是一直被照顾的状态，可是我不想要一直接受帮助，我希望自己可以升华成一个小天使，把自己的痛苦转换成力量，散播出去，再传递出去。